台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，留下买路财。就凭你想拦住我，你这个小短腿。虽然我扯短，但是我有屁股呀、啊！啊，看我的屁股大法！科技太疯狂了，我要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要说疯狂，有什么比无脸男的舞蹈更疯狂的呢？来来来，兄弟姐妹们嗨起来，不要压抑自己的仙性，跟着我的步伐一起嗨！呜、哦！烦不烦啊？你给我出去！你们不懂欣赏，我去找别人。来呀，跳舞啊，跳啊！有本事你别跑，继续跳啊！大哥，我错了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当狗子独自在家时，又会发生什么呢？主人终于出去了，哼，他家还不是本王的天子啊！造起来，嘿起来，嘿，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了，我。他居然还担心我一直狗在家里很孤单很寂寞，我以为只要我跑得快，寂寞就追不上我。对了，要不要把隔壁的二哈叫来一起玩啊？听说他对私家这件事很有经验。对，就这么办，我真太聪明了，跑个圈庆祝一下。哎，二哈电话号码多少来着？我得好好想想。